我要穿越，跟着郭德纲、于谦。那都给于老师了。于老师，于老师您翻一下，咱们也看不见。来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我就胡同口三个卖花的，这个谁的夜壶啊？他都咽了，这谁的内裤？挺好，这个传统节目这叫什么呢？侯鸿文您演的这是，口吐莲花，又忘了，您来吧，大王。那么些花无以为报，真是于老师要都卡哪儿了？哎，不不，卡了鲜花丛中呗。啊，你要是年前躺，大伙儿非得想起朝鲜某领导人。说良心话，您是有点像，还没戴墨镜。你看人也奇怪哈，啊，谁跟谁长得就挺像，有时候就是哎，你长得跟我们家谁谁谁哪亲戚似的，哎，你像亲戚就这样，不亲戚，尤其亚洲人很相似，好多人说像金同志，并不是对死者的不尊敬，没有，还有人说我，哎呀，郭德纲长得跟金日成似的，没人说，这死了还占便宜呢。今天我们爷俩能够开心，很开心，很开心啊！刚才高峰和栾云平表演一段叫《口吐莲花》，传统节目，这个传统节目，你包括这个打脑袋，这是个技术手段。对，曾几何时，有很多同行对这个，这个应该批判。哦，哎呀，在舞台上打脑袋，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象！啊，这个咱不是咱什么高人说的吧？嗯，是吧？但其实大可不必。你说你看电影，咣一炮轰了好几千人，你还说真逼真？舞台上这都是假的，就放伪热扇子，根本就它更不疼，它是经过处理，经过处理有声音，对，都是拿火烤过。打一天我都不累啊，我累，我哪儿受不了？上了台表演节目，这是人物，对。他表演的是那个拍蜜蜂啊，这要跟人学东西、啊，为了挣钱嘛。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鼓励大家啊，自食其力、哦，不要占便宜，这么一种精神。啊、哦，还是有教育意义。你这么说，这个节目马上起死回生。当然也有说人看不下眼去。哦，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要不很少演这个口吐莲花。哦，因为我给他改了。是吗？啊，抛弃了这个扇子这些东西。我换成铜棍子，哎，嚯！咱俩千万别演这些了，或者大铁棍子你喜欢吗？哎，哎哎当普通人，真快啊！真快，好像刚封箱就开了箱子，对对，箱子也不够折腾的。这是农历壬辰年，对啊，小孩子的你就要努力了。哎呀，这都挨着嘛，今年适合壬辰。这不是一个意思，新年新气象，那倒是。希望大家笑口常开，有个好身体。好，希望于老师健康快乐，谢谢。保持您的三大爱好，就别提这三大爱好。希望我也能够学有所成，哦，完成我的目标。好啊，因为我除了说相声之外，嗯，我还有我的业余爱好。哦，您也有其他爱好？这个只能说是一个不成熟的建议。哦啊，我有个想法，您说说。这个，拜拜，您想，大伙儿呢？我没跟别人说过啊，我这人也是知己不多，我就仨朋友，是吗？一个普通的，一个文艺的，一个你。我今天准备告诉你，别告诉我了，我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？怎么的？这是实话实说啊，这是我多年来一个梦想啊，我现在非常迷恋科学。
什么叫训练科学？就是我非常希望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啊，做一些跟科研有关系的事情。那是好事儿，比如说，哇，这还真像。我跟你讲，屁股背下这俩字啊，我背下。哎，你会说吗？不背。那你慢慢有机会教你啊。您说，这个打个比方说啊，我现在对穿越我是非常的感兴趣。嚯，您还研究的挺高端，穿越研究了十几年了。哦，只不过最近这两年电视剧借鉴了我的手法。借鉴您的手法，包括一些小说、啊、穿越小说。嗯，人生活在现代，是突然间出点什么事儿，裤衩就穿越了。这是穿了，这这不是穿了，穿越吗？穿越，我都没听说过。穿越，穿越，穿越！您研究十几年了，您身体够好的，这老着凉。您还说正事儿行不行？穿越，穿越，穿越！对，怎么穿越？它就是保持一个同步的空间。哦，这两个空间都要保持一个平行的状态。是，只要位置方方面面都合适，那么你肯定就能够很顺利的。还是穿了，知道吧？不是，就能穿越过去。好多小说都有，好多电视剧都有，你看过没看？我还真没。你家有电视没有？我们家有电视，老演这个。你还经常买点盘盗版盘看看，就这个。您这科学成果都盗版盘里研究过？那能力大小不问正版盗版。哦，我研究了。啊。我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我都磨着，是拿着那碗，我是不是能穿越啊？我是不是能穿越啊？哦，啊，一块的朋友还帮助我啊，走你！哎，结果其实要吃的米饭也没事儿，那是炸酱面。你说我能不能穿越？哎，我要是穿越的唐装的女朋友那是谁？我倒了，别提这个。没成功，拿气泡瓶子也是。哦，我能穿越吗？这里头太小，那眼儿是进不去。嗯、啊，盖马桶我也是。这大，我能穿越吗？回答我，回答我。哎，好家伙，越看越恶心，你这玩意儿。后来我想起来啊，人家电视剧里边穿越，它是有先决条件。什么先决条件？比如说，嗯，被害，还要被害。半夜走街，谁过来打了一包？哎呦，当时反差，穿越了。咦、哎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您试一试。哎，这要您被害过去，穿越再回不来，您这要了命了。这我倒也考虑过啊，我倒不是这么想的。嗯，万一夸给我一刀，我穿越过去了，是我那边待着时间长点。嗯，当我穿越回来的时候，你们把我装在盒里边了。我要噔噔噔一敲，你们会害怕吗？我们就能下河这个。关键是一开开那盒，能迷你的眼。您这太缺德了，对啊啊！试试吧，嗯，一万三星，还真是。走到街头，嗯，谁杀我？朋友们好，谁还杀我？从前放之狼子前昆就连个坏人都没有，找坏人呢这。哎，前面有一姑娘，哦，她不是坏人，我跟着她，走着走着，姑娘回头，好像她发现了什么，那就是看见了呗，走得特别快，哦，想回头。他跑得快，我也赶紧开始追他呢。抬头跑起来了啊！他跑，我也跑。他那儿，我跟着，到前面拐弯，人家进楼道了啊！我累得跟什么似的。是，结果我也没发现有什么东西追我。那是人家拿你当坏人了，知道吗？没成功啊！没成功。接着再研究，我发现车祸是个好办法，还是死大。一撞上哭嚓，这老哭嚓哭嚓的，这就形容嘛，这穿越当，我穿越过去，哎，当，越来身体越不行了，就形容嘛，这个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快，你就说穿越就行。上马路站街上来车啊，你撞我，这不你撞我，这不死了吗？这他奔我来了啊，我要穿越，当，真撞。
再睁眼在医院里，可不是在医院呢，躺着床上，墙也是白的，单子也是白的，这挂着输液的瓶子，旁边摆一小桌子，几瓶水，都有盘子装的葡萄干干果。我妈坐在这边，你可醒过来了？瞧这事，没事，妈您放心。我去，不练穿越了是吧？活着。哎呀，谁不买葡萄干我最不爱吃葡萄干了。买的是葡萄啊，你都昏了一年多了。哇，撞得真不幸这事。出院之后我都觉得很难过，出来就不错。而且没成功给家里惹这么大祸，还得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。你死，你摸电门，哟，拿手一摸电门，啪，渴了，苦茶，真穿越了这回，万没想到成功了。嚯，李卫啊，记住我今天的金玉良言，怎么着？只要想穿越，就去摸电门。哎，你呀、啊，我交给他们了啊，因为我真成功了。那也没人学这玩意儿。眼前一片白光。哦，再睁开眼，我坐在一个花园里，眼前摆着八仙桌，紫檀四仙四名剑四龙尊三个天碗四点心，真讲究，满汉全席。嚯、哦，两旁边丫鬟才女无计其数。你瞧，我这顶戴花翎，哦，三绺胡子。这挂着朝珠当官儿，呵，太有身份了啊！看两边是啊，我说我是谁呀、啊？是现在旁边的美女乐了，要您怎么把自己都忘了？就说是您是何大人呐？何大？嘿，谁呀？和珅，嚯！清朝位极人臣的身份，这是大官。满洲正红旗，牛不如氏。对，和珅和世龙。哎，乾隆皇帝的亲家。哎，那是军机大臣领班的要臣，最有身份了。嗯，一等忠贤公啊。是，位极人臣。我让你们公平话。好啊，今天我刚刚来啊。什么叫刚刚来？不是大人，您说什么？闭嘴，闭嘴啊！你别说话，咱们一块儿吃饭啊！菜上齐了吗？嗯，这大人菜早上齐，您吃吧。等会儿，等我拍完了发个微博，咱们再吃。您这谁听得懂啊？他们也不明白啊！啊，我说你都听话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那好，乾隆爷是最宠爱我的了。那是。那我大人您忘了，乾隆爷驾崩了。死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啊，正月初三。哦，今天正月十八，我可看过历史啊。正月十八是和珅去世的日子，死了这天，我穿越过来是他最后一天。那你也享受了？哎，我这正说着呢、啊，来了一帮太监。哦，妈，拿了一个白色的名字。对对对，何大人啊，皇上让您升天，四白。看过历史都知道，嗯，和珅最后正月十八上吊勒死的，是脱过白绫子，我眼泪都下来了啊！但是我要有我最后尊严，还尊严？大佬之位，民不聊生，什么乱七八糟？您这官意识知道吗？您这两码事，您差远了。我怎么看这电影里边英雄最后都这样喊一句？那是，那不是那年代。我喊完太监都傻了，啊、嗯，明白？说的怎么？哎我这个咱们商量事儿，我位极人臣 啊，所以我今天我死的话，您得对我好一些。那首先说我这个棺材，我叫顶配。什么叫顶配？百天窗跟一座椅，不动脑。我据说是死的是吧？你们研究研究吧。啊，我先散散步，溜溜。哎，有一块商量，来时都跑不了啊，我落头就走，跑得了。一转身有一鬼墙，咣咣，哎，没瞧见，眼前一黑，啊，哭嚓。我要回来，我还以为撞穿了呢。反正叫叫大驴，这也不是这个，就是回来回来，一撞就回来了。哦，嗯，穿越感觉很简单，摸电门就走啊，撞墙就回来。这他摸着规律了。列位，记住我这个秘诀啊！而且这一次我就有了经验教训，怎么不能穿越到古代？对，没有电门了。对，你要想那么回来不容易，非得撞撞一头破柳，哎，老得撞，可以穿越到民国，哎，那儿就有电了，对吧？对，一摸电门，啪，咔，就去了。再一睁眼，哪儿？坐在火车上，
有火车窗外边蒙蒙亮的火车，什么味儿都穿越了，火车的声音嘛，呜，打死了就对，什么乱七八糟。这穿越都是一身，穿一身大元帅，这又是官，一胡子，哪儿都敢到。几点钟来？东北，说你是东北话啊？旁边有副官，报告大帅，早晨五点多钟。好，我是谁啊？还是谁？您，大帅张作霖。嚯！哎呦妈呀！没开口呀？那东三省都是我呀！再见，可不是吗？还好，到哪儿去？报告大帅，黄姑屯。没来得及反应啊！日本人埋的炸药，那是啊，黄姑屯把我给端飞了。哎，没来及出杀，临死我还得喊呢。啊，打我们的游击，您喊这个倒对了。回来之后一琢磨，感情死了也能回来，装啥病？哎，这假方法，回来是回来的，我这穿越这梦没有实现。再穿越，我很希望能回到中国的古代。我要成一个真正的英雄。古代的英雄一摸电门，当当，他就走了。这回呢，坐马上威风凛凛，手里端着枪。哦，哼，大英雄，身后站的都是我的兵啊！是啊，大旗子呼啦啦，行书就远。哦，呵，这是高飞没了。哎呀，我说咱这是哪儿啊？不远将军，东岭关。这个关在东岭关啊。我是谁？嗯，这您怎么连您自个儿都忘了？对呀，您是守将，便起便将军。第七东岭关，记住，嗯，对面敌人可就来了，我打仗，坐在马上拿着青龙偃月刀，哇，大红脸不露旁人，这是关羽关上，碰上关公，呵，到我跟前了，啊，我还没说话，人把刀举起来，哦，咔，哎，宰了，当时我眼前一黑呀，啊，我妈，这可好。再一睁眼，怎么样？到了洛阳，洛阳城城门以外，坐马上，还是将军。旁边还有一人，这是你叫什么？现在他你不认识我呀？我叫孟坎。哦，你叫韩福。哦，韩福，韩福，你叫孟坎。嗯，咱们等谁？等关公吗？嗯，怎么还等关公？等说着来了啊！大红脸，不有旁人，拎着刀，好在我跟前。哎呦！我要翻身，翻身！再一睁眼啊，我是孟坎了。哎，翻到这边来了，旁边这脑袋下去了。哎呦，那也是我啊！你跟人说这个，关公没理他。哎，一道白光，就别哭他了，死好几回了吧。再睁眼到泗水关。泗水关，泗水关守将叫孔秀，对，坐在马上端刀，还是对过来一大红脸，又来了，一会儿胡子拿着刀，好家伙，哎呀，过五关斩六将，还让你赶上了，我已经占了三个名额了，这是第四回啊，说了话到跟前了啊，我说咱们能商量点事儿吗？商量，去，太难了，什么都没商量出来。人头要落地，我喊了最后一遍了。您喊，我要当关公。哎呀，裤衩怎么样？坐在马上。好，我是那大红脸，我有长来，成功青龙偃月刀。好，抬头一看，城门上写着麦城。没去对地方也不成。我这个命怎么这么惨呢、啊？哎呀，往前走吧！啊，我有一大坑，我知道。啊，关公倒霉倒霉这坑里边了，就是摔在这儿了。啊，我万一能穿过去，是不是历史就可以重新改写？真敢想！哈哈哈，打了三下马，马一穿，过去，疼就掉里边了，还是掉里头。掉坑里，我喊一句话啊！打到什么地方？哎呀，筷子都不多，知道吗？哎，死之前我许了个愿啊，我能不能穿越成一个让我有点身份？身份，我希望做一个八零后，一个天才，一个学贯中西，会好几门外语的人，会开车，会打仗，是一个神一样的人。真是，有大批的人疯狂崇拜我，很多成年人做不到的事，我十几岁就做到。哎呦，我会成功的！咔，这回
金正恩。有小飞头就，哎，这死了都值。这穿越成啊，今日成了，不是真成功了？成功是成功，但是第一啊，啊，我就会说一句慈悲的，我估计他们得倒我的碗啊。第二来说呢，老吃辣白菜我可受不了吧。但是这一下给我提醒了啊，我要做一个外国元首。一个有身份的人啊，但我没有去过地方啊。王辉，哗一晃成，腾一下子，怎么样？腾，啊一站，我这个精神，黑皮鞋，小料裤子，白衬衣，黑西装，黑啊，英姿飒爽啊，两边有人搀着，那就有份了。扶着我走到一个有舌套的地方，这是我一摸这胡子，跳大楼，嚯！我这刚一摸胡子，就跑了，一阵光景给我弄这儿了，死了。眼前一黑啊，再一睁眼，是，我躺在一个榻榻米上，盖着白单子，脑袋缠着布，长胡子过口眼，躺着就哗门开了，进来一帮美国人端着枪，拉灯，哎，拉灯了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还是没跑这条，把我打死了。打死我不要紧，我很自豪。怎么了？你想着拉登多了不起啊！啊，美国人打了整整十年，对，动用数万亿美元的军用经费啊，数千名士兵丧生，真是全世界顶级的这些个科技和产品啊，最后找着这人在自个儿家里边，对，白费劲了，这死也值了。死之前我喊出了最后一句话：大难不死，必有下回。活该吧，这不是还必有下回。在空中穿梭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声音问我：“快说，向左还是向右？”方向。向左呢？阿扎飞，阿扎飞。向右，金日成。好嘛，我说向上，上帝。哎，这活不了了，回不来了啊！我说不行，我也回到中国。是，吃饭我也不习惯。我当一个中国真正的英雄，一个英俊的一个小白脸大英雄。再一睁眼，坐在白龙马上。就是银盔银甲，嘿，长得别提多好看。两军阵前杀敌无数，哦，所有士兵都围到我身边啊！花木兰万岁！您这不是穿越，您这是变相去了，是吧？成功是成功了，但是好像不是特别方便。太不方便了，这怎么好呢？这是啊啊！不行，我还得穿越啊！可话又说回来了。我还没当过女兵呢，这还上瘾了，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？许个愿啊，我要成一个美女，也成。哭嚓，怎么了？再一睁眼，坐在镜子这儿描眉画鬓，真是长得要多好看有多好看，那就是成了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多好！会有很多人宠爱我，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！没错，很高兴的啊。门帘一挑，进来人，这也大高个攥着刀，哦，大刀，武松有话说，好家伙！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啊？就说是点儿太衰了。太累了。我攥了一口刀，我说告诉你，我死之前有一大愿望啊。虽然说身为女的，日后我也要当一个女皇上。皇上一刀下来，鲜血喷出来，咵，再一睁眼，怎么样？我坐在太和殿上，哇，就是故宫啊。那是。哼，眼前挂着帘子，帘子头里边坐一小皇上，旁边坐。哦。长得我西太遥一点不假，嘿啊！回头旁边站李莲英，嘿，大太监李莲英，是是是，于谦儿不是，我呀是的，于谦也穿越了啊！嘿，你想到啊？嚯，我没事碰见他了，来人呐，怎么着？把他拉出来给我杀了！我告诉你，于谦死之前喊了句话呀，什么了？打！